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早安，大家好。这半点钟久呢，是我的时间。这半点钟久呢，我要甲各位讲一寡法律的代志。但是我来讲，迄一天人日本人，七个日本大学的教授来咱家上课的时阵啊，我第一句话我就甲伊问讲，我请问恁，日本现主席日本政府？和过去的大日本帝国的政府有共款无？当然，我头先安尼问的时阵吼，这日本人全拢戆去。我讲在恁的头壳内底，恁一定感觉讲共款对唔对？伊拢点头。我其实是已经无共款啦。啥那无共款？因为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叫做明治宪法。明治宪法伫麦克阿瑟1945年。去个开始个占领以后啊，到1946年的时阵啊，就改改变，但先个修宪法第四条甲第九条，第四条就是个修嘞。本来日本天皇是日本这个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实际上的领导人，就是实际上能掌握日本的所谓政治、经济、所谓伊个负责任的人。但是自从这个宪法叫改变啊，伊就称呼为和平宪法。其实啊。其实，那讲实在话啊，即马现主是日本政府宪法，唔是和平宪法，是日本和美国占领以后变作日本这个美国的这个殖民地，类似于殖民地。表面上，敢那秘书刚刚那讲，伊是有一个自主的权利，其实没有。其实以前军队无去，敢那剩一个叫做自卫队，自卫队其实事实上。唔是国家的军队，干来当维护家己的安全尔尔。甚至呢，这个自卫队，哪阵有敌人来甲你进攻的时阵，一直甲敌人的第一声的炮弹拍落去爆炸，日本才会当出来抵抗。迄个已经家己失去家己的主权的权利，所以我讲日本政府和过去的大日本帝国是不一样，恁是已经变作一个新的国家。当时过去日本人是日本天皇伊的臣民，但是即马是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国民。我讲这是已经日本已经无共款啦。日本政府现主席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唔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日本政府无台湾的主权，伊无权利放弃。日本政府伊干来当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所以这个 renounces 就是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你甲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当时你买当甲看1947年2月7日23条意大利条约内底，意大利条约内底讲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Entitled to 索马利亚，两个放弃，两个国家放弃，日本放弃，竟然也加一个 claim， 但是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的时候，干那 right 跟 title 两个俩俩，欠啥欠起个 claim 主张，无这个主张就是表示啥？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territory， 就是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所以这个所在分开，这个所在分开是安那分开？因为1945年4月7日，这个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当时和咱台湾人两个权利：参政权加参战权。这个参政权就是台湾人会上选5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3个参议员去日本参加伊个国会。当然，这个日本参加国会是这个代志先做。伊伫1月份呢，1945年1月份，即个议员就已经去底下参加，但是到1945年4月7日，伊按照程序，才来公布讲，即个宪法伫台湾实施。所以当我甲即个日本讲了后，伊就感觉讲，你日本人一直误以为讲台湾
是属中华民国的，是安怎？我甲伊问，因七个，我请问，到底台湾你恁的观念内底是属啥物人？因即摆吼，计划电几摆以后就开始惊，无唔敢回答。我即摆问吼，就大家安尼四界看，迄日本人的个性，日本人吼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拢会边啊看看，啊这边看看，我里面不要看啦，你日本人的派个性啊。我要问的是恁家己个人，恁做大学教授，恁定咧问学生啊，啊即马换我问恁啊，恁家己来回答。台湾属啥个？我可以选择啦，三个，我第一属日本天皇，第二台湾属日本政府，第三属中华民国。七个一直甲讲中华民国。我来问，好，我属中华民国，理由伫倒？第一，全世界有对一个条约 treaty， 讲台湾是属中华民国，还是对一个条件，什么话属中华民国？你凊彩甲我讲一个。受威波了，伊讲，敢那无呢？我阿哩无，你凭啥物讲台湾属中华民国？阿那我听讲，日本属我诶，我会当用嘴恶别讲嘛？都爱有一个条约嘛，全世界这个土地要归属什么人，一定爱有这个 treaty。啊，所以后尾来勉强伊讲出来讲开罗宣言，然后我来解释开罗宣言给恁听。开罗宣言是1943年一十二月，由美国、英国、甲中华民国三个国家去决定的。迄当阵是要搁咧战争哦，1943年一十二月时阵。战争还未结束哦，迄当阵台湾这个土地是虾米人的？是日本天皇的，所以迄是属别人的物件。刚才秘书讲，我著甲记咧，我咱三个人，大家来眼见碰，虾米人赢？这栋大楼属你的，伊拢在笑咧。我迄个情形，甲开罗宣言同款。别人的物件，讲咱三个讲的，讲这个别人的物件。赢赢的人属于伊的，可笑！这块土地明明是日本的，日本也无派人来参加开罗宣言啊、开罗会议啊，你哪会当甲决定？未当决定啊！所以，我甲讲一个例，这法律上很好的例子，可比讲，我甲咱的贵牧师，我那底下有一张彩券，摕出来，我甲贵牧师讲，你对我真好。这张彩券明仔开奖啦，丢掉，我要分给你一半。这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情形。第二个情形，我甲咱的贵牧师讲，稍等下，我出来外口买一张彩券，迄张彩券啦丢掉，咱两个奖一半。过两天，真正丢掉。但是真正丢掉的时阵，两种的情形，一种我。分你一半，一种的钱，我赖皮，要收我50亿呢。雄雄要分你，我想讲安尼，阿无讲啥。这两种的情形，贵牧师呢，伊对一种伊会使甲过，叫我一定爱害，啊我嘛，法院一定判我爱害。我阁讲一摆，第一种，我的落地下有一张彩券，我甲贵牧师讲，明仔日丢掉，你分一半给你。第二种，我甲伊讲，我等你去外口买一张彩券。啊！若丢掉，我可分你一半。来，第一种我一定爱好伊举手。第二种好，啊，第二种我一定爱好伊举手。第一种就我那底下提出来甲讲啊，第二种去外口去买的。这两种哪一种我要给郭牧师？第三种我拢免好伊举手。这种台湾人心态啊，卖好伊上盖好。我甲你讲。第一种，我一定爱给伊。谁来讲？我伫我这张彩券所有权，什么人诶？我的，我提出来好看，所有权是外先固定，所以我这个承诺一定要履行。第二种的情形，我甲伊讲的时阵啊，这个彩券的所有权不是我的，我都爱去外口去买，我无想买这张买那张，唔知买对一张，所以那张的所有权唔是我的。我甲伊答应，还是假？这情形是啥？开罗宣言，讲入这个台湾，这尼个人
要转要交你中华民国。啊，迄个台湾这个土地，就实际上是日本天皇的。你太怎讲？唔是伫恁三个人的手头的物件，要将这个台湾交予日本，哎，交予中华民国。啊，讲了人迄三个、迄七个日本的教授，马上都拢都会当了解。因为我的课本内拢无安尼写，我你的课本写的人拢读较歹去啊。我甲你讲，开罗宣言内底开会时是安怎进行？迄当阵，蒋介石有答应美国的罗斯福，罗斯福含这个做英国的迄个丘吉尔首相，伊讲啥？伊讲你台湾，我若台湾来行李的时阵，蒋介石讲。他们一定会遵守国际条约，我们不会对外，因为对外靠来侵略任何国家。条件是安尼啦，所以安尼的时阵，美国甲英国甲同意讲台湾咧行李。迄当阵还过一点，迄当阵还未1935年四月七，万国公法内底宪法的实施啊，还没有实施，台湾还没有实施宪法。伫迄时阵，台湾还过是啥殖民地？但是日本天皇头脑真好，迄是讲伊边啊遐个发行个啊，救着咱，去甲伊公布这个宪法。当然，这个宪法唔是伊临时公布个，伊伫1937年开始皇民化，然后啊个内地延伸，伊就一步已经照万国公案伫处理，讲，让台湾这个土地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所以蒋介石迄当阵甲因讲，甲这两个国家讲，伊呐。建安啊，伊绝对遵守国际条约，绝对是和平，而且不侵略其他的国家。后尾啊，这个条约，中国有没有遵守？有无？有无？啊，无的，有的举手。啊，无的举手。啊，恁讲无是理由的咯。啊，中华民国是变哪敢拍？啊，蒋介石走都走未赴啊，要怎敢拍？这问题佫发生伫底？1949年十月初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伫南京，伫即个北京宣布中华民国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承受中华民国，继承了中国，所以一继承以后啊，汉奸救着台湾。1950年六月二五爆发汉奸，美国迄当阵的杜鲁门宣布。1950年六月二七，宣布台湾地位中立，台湾的安全都要等到太平洋地区都已经稳定安全以后，才要来处理。刷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啊，大举进入韩国，一个国家的军队入去另外一个国家，这叫做侵略啊。所以呢，在1950年的十一月二八。周恩来命令吴秀全带了九个人的代表团去联合国，在联合国内底，他控告美国以侵略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同款一天，美国同时向联合国提出讲，中国侵略朝鲜。然后十一月二九。联合国和吴秀全在联合国发表，我发表足多啦。啊，伊个举例讲哦，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对了。那联合国就是怪异，你中国要拿出一个证据，讲台湾确确实实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一直到今日为止，伊提不出来。是安怎？1985年四月，五月七八。伊个马关条约已经将台湾片哦，永久挂牛吼日本天皇啊，所以他拿不出来，伊提不出来，所以这个案伫联合国都叫搁置，但是美国的案表决通过，中国侵略朝鲜，这就是违反了开罗宣言迄当中的蒋介石的承诺，各位。因为侵略朝鲜救着台湾，所以美国就跟英国公公我们不必遵守开罗宣言，唔免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位，救着咱的唔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对台湾是印象足歹，是安那？因为台湾人互伊足歹看。1941年12月7日啦，去轰炸珍珠港。12月7日的时阵啊，咱为台湾啊高雄的机场啊，出动百几架的零式战斗机，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所有伫迄个克拉克的军迄个基地内底飞机啊，全部甲炸毁，全灭。麦克阿瑟迄当阵问伊的助理啊，因为这飞机是为对来的，因为过去菲律宾甲台湾算真远呢，要飞遐远啊，无可能。但是迄个时阵，人日本伊就已经有法度啊。日本迄当阵战力啊、国力啊，是世界第一的。所以麦克阿瑟这世人，伊的部队方全部消灭咧，就是伫克拉克基地，啥物人甲消灭？台湾的军队。所以伊为迄当开始啊，对台湾人是恨之入骨啦。啊，所以蒋介石，但是伊对中华民国真好。所以蒋介石将迄条公路甲用作麦克阿瑟公路，咱若即种麦克阿瑟公路取消，爱换作杜勒斯公路。杜勒斯就是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迄个救着咱啊。伊若无足清楚的，咱台湾今日足困难的，因为杜勒斯内底讲啊真清楚。1951年的9月7日，就是9月7日签约，但是9月7日伊发表言论的时阵。伊讲一句话：琉球、日本还够拥有残留主权。琉球其地位实际上甲咱台湾同款，因为台湾1945年4月7日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 territory， 同款领土。所以这两个地位同款。琉球哪阵日本有残留主权，台湾都有残留主权。啊，你甲印证，这个残留主权，美日安保条约。迄当阵伫1951年的即个做5月7日，9月7日签的时阵，甲4月28日生效的时阵，刷落去签一个安保条约。安保条约内底讲啥？台湾若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日本若有代志，就是美国有代志。啊，台湾有代志，安保条约包含范围啊，包含台湾海峡。你别感觉真奇怪吗？那日本甲咱无关呢？假设啦，那有可能讲即、這个？跟咱无关的一个国家，将台湾海峡甲包含伫伊个保护的范围内底，台湾人袂晓去想啊！啊，全世界国家拢知影，干那咱台湾人唔知影，因为台湾人见不得想讲是中国。我讲你日本人会害死阮台湾人，你来台湾去见的拢是中华民国，有好处的拢是中华民国，啊，歹坑的拢是台湾。你日本发生什么物？海啸的时阵，甲你救的是阮台湾人呢，不是中华民国，你要搞清楚呢。你日本人的感谢，竟然感谢中华民国，我讲恁这日本人种无人情呢。哎，侬讲了，听起拢真歹势。我讲你等于爱甲大家人讲，是台湾对你好，不是中华民国对你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华民国。当时你的课本马来西亚爱改过来，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嘛是单咱台湾，68年的教育，予咱台湾人读个未清楚，甲即款的程度。我所讲的，我伫5年前开始发表这个战争法啦。全世界到今日为止，无一个国家有任何学者敢反驳成功诶，没有一个人能够向我反驳啦。含希拉蕊要讲南海的代志，伊都爱拜托 CIA 来叫我写论迄个文章啊，啊，你要再加迄个文章来发布啊。所以恁今日伫这个上课，我今日甲恁讲，恁唔通干那讲，哦，上两节课，哦，我台湾历史足捌嘞，唔是啦。迄本册你一定爱读的原因伫这个所在。我知影迄本册真歹读，还咪小说嘞，啊，足侪字拢过去捌你看的。我甲你教，你有当时啊，读一摆，看无要紧，先卖看，半点钟过以后，搁看一摆。我甲你讲，你若互你看恁两届三届，你就看有啊。这是较简单的代志，因为伫你的头壳内底，自然会运转，会将内底的物件甲结构起来。啊，你就听啊，你若当你的头壳若足清楚的时阵，别人要甲你影响，就没有办法来影响你。啊，无要甲你影响，真简单啊，用感情就甲你影响啊。例如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就同意啊。
敢那遐日本同款啦。我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大家嘛同意。但是你甲美国人问看卖啊，讲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他伊足清楚的，伊袂甲你夹手的。那台湾日本人拢会夹手，这种感情用事。他讲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当时蒋介石对美国跟英国的承诺，所以开罗宣言对全世界的国家都有效，但对台湾无效，因为违反了承诺。我一直讲，遐七个日本的教授恍然大悟，啊，安尼开罗宣言，我国讲起来，开罗宣言英语叫做 Declaration。Declaration 是什么？就是一种主张。战争的时阵主张，战后都要靠条约来给它写出来。啊，若无条约无讲，迄主张拢无效。敢若秘书亲是啥物嘛？敢若一个查甫甲查某订婚，订婚对吧？这是预定要订婚，但是落尾啊要讲因两个是翁仔某，一定爱啥？要有一个结婚，要有一个结婚证书。你若无结婚证书，歹势，迄个婚姻拢无效啊。订婚是要怎样？顶多是予你手牵牵的，无是变怎？但是若结婚证书有的时阵，安尼已经法律上确定讲，这人是你的某，还讲这人是你的翁婿，一定要有一个仪式。同款，这个土地要交人，一定要有一个条约，袂当讲用讲的啊遵守，啊要用感情讲的。所以即马中国甲美国已经讲好啊，讲好啥？大家拢照国际法来。照国际法，咱台湾才有一个出路啦。啊，若无照国际法啦，咱敢若互伊所谓的中国15亿哦，啊，台湾超了2000万尔，1800万的2000万尔，伊见不得甲你吐这句话啊，来投票嘛。你15亿来要投票，含美国嘛，你个，哪有迄个代志？唔是安尼讲啊。那美国人，美国200年变作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美国以前敢上最强的？不是呢，一开始伊是无强的，伊是三流的国家呢。日本是一流的呢，咱是日本，咱是一流的国家呢。你知影吗？1936年的时阵，咱就已经有办博览会啊呢。博览会呢？世界博览会呢？在台湾办的呢？各位，那是何等的光荣啊！所以台湾的过去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台湾人忘记去啊！台湾人给那中国啊，中国给你打压，给你自己感觉说，给你自己，你看你自己忘记，给你信心没去。各位，你来上课就要增加你的信心，要看书啦。所以呢，这个事情，开罗宣言，我各位知道说，是怎样开罗宣言没有效。波特兰宣言讲爱遵守开罗宣言，所以波特兰宣言有没有效？有效。开罗宣言有效。开罗宣言唯一无效的是对台湾的岛屿无部分无效去，因为伊违反承诺，他已经侵略了韩国啊。所以这国际法的人拢唔知影啊。其实我也知影安那是安那，他们讲唔是我讲咯，美国有关单位提供机密档案给我。我自从过美国以后啊，美国就开始全面跟我合作，有一挂波兰人看袂到的档案，我拢看会到。当然拢是英文啦。啊，那遐机密档案，差不多是我的人哦，徛在遐两个人遐大啦。啊，来拢英文呢，卖讲英文啦。你像读大汉啊，一本英文呢，你读一几学期读袂煞。我都爱看好玩呢，啊，毋是干呐看好玩呢，都爱拢看有重点呢。啊，看到重点，我就爱去写呢。啊，就再写了，就再这两下，拢个连串起来呢。安尼，我有厉害不？阿免拍手，小臭屁一个。但是，我虽然臭屁，我所买的拢交乎你，所以我的臭屁，嘛你买当臭屁啊，对不对？所以我嘛要甲各位讲吼，咱即摆尤其是高一班啊。咱若初级班，我都白讲。高级班，我希望恁做一个代志。恁拢有一个美国国旗，对不对？咱他拄啊有这个啊，做咱的高阳州的东西嘛。伊初级班的孙啊，人上一个美国国旗，让伊哇照美国的意思，等于马上美国国旗给拆起来，要收管区来个管呢。嚯，一百几啊警察呢，啊有敲电话给我。我讲吼，啊恁州长等下，你马上甲州长讲，吼，我伫高伫台北，我要去遐甲你处理，无法度啦。
甲州长讲到，州长我都处理。伊就敲电话，互副州长，啊，互迄州长往哪去？哇！警察愈来愈侪呢，去引导呢，甲翕相啦，甲创啥啊？叫伊爱签字啊，伊不爱甲签。伊讲这支国旗是美国军事政府送予我的，你若有代志，你找美国。啊，大伯啊，警迄个因迄派出所的主管来，咱的同志来，你起来给大家看，我唔是恶别讲的呢。伊家己甲你讲，来请坐。派出所的主管该惊咧道歉，哎呦厉害不？美，伊讲吼，秘书长你讲的我拢相信，我亲身拄着。派出所的来该道歉，对不起，道歉，甲赔不是。我今日话要甲各位讲，我是希望国际班啊。因为我咱无钱啦，你知道我拢无甲你募款嘛，对不对？我干那拜托恁吼买一支旗杆，这支旗杆当然爱钱啦吼。啊，买咱的一支什么？咱的民进会旗啊！你早晚你绝对用会着。当然，迄一支旗啊是400嘛吼。啊，我是讲吼，你卖过好迄个，你卖人走甲密密麻麻。啊，含迄个面旗啊，安尼500块，拜托恁买等。我相信你半年、一年内底你用会着。迄阵时，请你两支旗啊，甲挂出来。美国的国旗含啥物？民进会旗啊。啊，若无有真侪人外口的人，还佫叫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是咱的国旗。奥运会啊，啥物会？得到第几名的？拢迄个旗啊，拢派伫身躯顶，伫笑啊。就是讲，迄个是伊的旗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的旗啊伤少。但是真歹势，就是咱无能力。哦，来将迄个机啊来免钱给你，真正无迄个能力。啊，咱就是拜托各位，因为旗杆迄是咱第二期的学员因做的，伊做的时阵吼，咱这个金的吼，迄是党做的啦，迄是美国，迄个做内政部送咱的。伊伫外口咧游行的时阵吼，拢是迄个营啊做代先，你外口你无地无买营啊，所以我是希望讲美国国旗的营啊。咱民政会用啊，当时甲看出去，无代志。咱上好的证明，咱的学员家己拄着嘛。国内本来警察，国调查局来甲讲啦。好，调查局来甲伊讲啦，即摆啦，警察道歉啦。我阁甲你讲，咱的车牌阁较趣味，阁三分钟紧讲互你听。调查局的组长，普通上台是普通的成员，敲电话吼，咱的高这个。新竹州的州长叶州长，伊知影伊的名，甲讲你是叶先生，伊讲我是叶州长，我新竹州的州长。啊，听讲你要发车牌对不对？伊讲是无唔对，啊，伊讲哎，安尼违反呢？啊，叶州长甲讲，我为什么犯？我这个车牌是美国军事政府交互我的。啊，你中华民国是白牌，我的车牌是红牌。我唔是你卖白牌呢，我是卖红牌呢。你若要买，我嘛会当卖你。是迄个调查局的普通的干员抓落去换组长哈，爱传国家呛一句话。我请问你，我这个挂车牌有没有违法？调查局的组长嘤嘤嗯嗯啦，我有没有违法啦？敢那无咧？伊甩甲讲。我正是甲你讲，内政部已经有一张公文给咱，内底讲台湾民政府唔是非法的组织，这是叫国际法成立的。这张公文你知无？知影举手，啊唔知影举手，你让找你的州长讨，你的州长拢有。你若摕迄张，煞去摕迄张美国官方甲咱批准的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民政府迄两张公文，放喺身躯顶。啥物人都唔敢甲你犯啦，啊！而且发呢，迄车牌以前啦，阿未发车牌以前哦，家己创一个 USM 的车牌，家己用的啦。去甲发呢嘛无代志呢。伊讲我这车牌是 AIT 发的，其实唔是 AIT 啊，你咪乌白讲啊。法官全无爱记啊，问话问一半讲，啊，回去啦，回去啦。啊，咱的同志吼，哇，足嚣掰！我不回去，你那个他都要我讲的话，提来我签字，
不用了，不用了，走了，走了。后尾安怎？一张不起诉，该通知，无互伊阁刷，阁换咱歪对伊刷呢？阁敲电话去法院讲，啊，你甲叫我去甲问话，啊，你若无一个结论，啊，后尾啊，我一个不起诉互伊。所以我当甲各位讲，会记哩，照法律来行，去甲对拢会成功啦，好唔好？所以咱大家人伫遮咧受训哦，你也认真听啦，卖吼，敢若来遮秘书讲吼，我都混混久了以后，我若毕业，我都有迄个公务人员的资格。你是好运啦，因为咱即马无时间甲你考试啦。但是后摆吼，后摆那咱要接条证款以后，所有人遐公务人员拢都爱受训爱考试啦，无过我就歪坏做公务人员啦。但咱大家算好运，咱是革命先行者，我无叫你做革命先烈哦。革命先烈什么意思？翘起啊！啊，但是我叫你做革命先行者，就是咱即马是要革命，但是要大先行，后摆做老乌啊，大佬，安尼好冇？讲两摆才袂记哩。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搁一摆，革命先行者，搁一摆，对，后摆你听你周围人讲。我是台湾民进党，我参加台湾民进党是要做革命先行者，替台湾打拼，对不对？多谢各位，谢谢。